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每周华尔街》的节目。大盘呢，在这个礼拜呢，依旧保持了非常强劲的一个姿态哈。那么，我们这个预测下个礼拜的这个走势行情呢？大家看到，这个纳指已经来到了重要的压力的上沿边，已经碰触到了，在今天有一点点的遇阻回落，在这个前面的重要的压力位。 而标普呢，它也是它还没有碰到前面的这个压力点啊，还是有一点空间的。但是呢，标普已经把非常重的下降通道给向上做了突破，这是整个的从呃二零二一年一月份以来的那个熊市啊被打穿了，所以是一个大的下跌的一个姿态。然后呢，小盘股。 这个地方呢，也有一点点向上突破，但是还没有完全性的突破，这是小盘股的压力点。所以现在呢，大家都是来到了重要的压力点面前。那么技术形态上呢，压力位嘛，你总要担心一下，总要恐慌一下，看看这个压力点这块呢，是不是要来一个这个遇阻回落。但是哈，呃，以目前这个架势和状态来看的话呢，好像还挺凶的。 一直没有见整理，上次打到压力点的时候，在压力位整理了很长时间。那么我们看看这一次压力点呢会不会整理？但是我觉得时间不会，应该不会整理了。为什么呢？因为周三就会迎来美联储的利率决议，那大家就在想，等等看鲍威尔在讲什么说什么。其实我也在等鲍威尔讲什么说什么。他就不讲话的时候呢，现在大家都在说加二十五个基点，然后鲍威尔这次要流露出来可能会再度放缓加息。 已经都加二十五个基点了，你再放缓，那不就是不加息了吗？但是现在美联储的掉期合约上显示呢，还会有五十个基点的加息，所以二月份加完，三月份加完就不加了。那我们要从这一次的这个会议上听听鲍威尔讲什么，别人讲我不信，我就想听鲍威尔讲，我想听鲍威尔亲口说，呃，他是不是变了？他是不是就不再鹰派了，而变成一个真正的鸽派了？哈，好，那么。 呃，下个周看涨还是看跌呢？我觉得这个走成这个样子的造型，这个状态，我觉得没有理由看空，所以预计就是看涨吧。但是我严格，但我也不会做啊、呃，我也不会去做什么这个交易。呃，我会，反正我这两天我也没做大盘，我就基本上在边上看。然后呢，呃，我想等鲍威尔讲完话，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突破的了，应该是可以突破的。鲍威尔只要稍微的割那么一点点，大盘就可以往上涨，太猛了。 啊，所以，呃，我觉得鲍威尔，呃，一个鸽派，怕大盘一个顶上去，因为通胀大家已经看到了嘛，通胀已经确实出现了这种下行的这个状态了。好，呃，那下个周呢，预计看涨啊，但是严格防止周三和周四的这个变盘。那怎么做呢？就是你做多，你肯定是要谨慎做多呀，对不对？谨慎做多的一个造型。而大盘涨呢，也不是说涨得就那么痛快。你看那个道琼斯在上个礼拜。 先是呃礼拜五先是涨上去，然后夸砸下来，然后再给你拉上去，完了再砸下来。道琼斯秀啊，道指啊，其实道指呢在周五就没怎么动，道指标普啊和小盘股其实都没怎么动，就是纳指涨得高一点。纳指涨高什么原因？就是来自于这些科技股，比如说 l u c i 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周五简直要疯了啊，涨了百分之一百这个地方没有到一百，百分之九十七，然后噼里啪啦就掉下去。 呃，但是呢，我觉得这一轮很多的股票呢都开始往上涨了，涨了不少。但是呢，电动汽车其实一直没怎么大涨，所以我觉得他们可不可以成为市场最后疯狂里面在做补涨的东西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我看这个 R A V N 的这个日线图啊，这个上攻的姿态，我觉得还挺漂亮的，就是看起来没有涨完。<coughs> R A V N 包括小鹏。 小鹏也是啊，这是一个下降三角。如果这个三角形呢能向上做突破，那我觉得这个属于小鹏的一波行情呢应该就会到。然后包括未来汽车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呃，你要是说下个周的热点呢，大家关注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关注一下这些电动汽车，关注一下他们，因为周五实在是很火爆。那这种火爆呢，我想应该都是会有一个维持状态的。但是我下个周给大家预测的看涨的产品呢是天然气。 所以，就我预计呢，天然气是看涨的。然后，我这个周呢，呃，我的我也没怎么做啊，我就在围绕着天然气做。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利润上的吞噬，呃，三千七。然后呢，我现在呢是持有的天然气的这个仓位。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天然气呢可以拉到三块二。所以，我下个周看涨的是 BOIL，BOIL。啊，这个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BOIL 它呢是。 PTP 里面的，咱们看节目的肯定有很多加拿大的朋友，因为你是非美国报税人，你只要是美国报税的，正常走的用 SSN 去申请的这个券商呢，你都没有问题，哪怕你是呃，哪怕你没有绿卡，你只要用 SSN 去申请的这个账户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外国人，比如说加拿大的朋友，比如说中国的朋友，用中国护照去申请的，你们去做 b 要 i 的是要交税的。 它是在这列表里面的，U、V、X、Y、BOY 都是在这个列表里面的。这个呢，我是呃和 Proshare 我给他发的信息，他们给我回复的。Proshare 的这个 Trust Two 这里面的这些股票呢，都是在那个 PTP 列表里面的。当然还有 Direction 啊啊、呃，还有其他的券商们那个那个基金们发行的。所以你们要看一下哈，外国人他是会交百分之十的税的。但是呢，如果你是走的是这个。 嗯，um, 期权你用的是 premium 交易，你 trading option 它是没有税的。但是你如果 option 执行了，比如说 sell cover call 被套走了，或者是你 exise c 了卖 put 什么的被执行了，这是要有税的哦。Oh, 所以这也是一个，如果你不能做期货，不能做害怕包 l 的话，这些外国人交税，你可以考虑一下，呃，用这个啊。呃 它的期权来做这个事情，好吧？所以这是我下个周对大盘的观点。然后我就想等鲍威尔讲的话，我想等鲍威尔亲口说他变了，然后呢，我们再再再考虑吧。你说这个地方再做多，也只能是小范围的小仓位的去做多啊、呃，然后等着那个逢高放空的机会。呃，逢高那个逢高放空的机会也是看先看回踩。 然后再走下一步，你它是直线拉上去之后，你说它在大幅度的像之前这个样子，你看像就算是之前也有回也有震荡吧，也有也有一些小反复，对吧？才能出现下跌。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上去之后，要一时半会儿，我感觉才能掉下来了。变盘使了这么大的劲儿拉起来，使了这么大的劲儿逼空，变盘一时半会儿，我觉得也来不了。所以我承认短线呢市场很强，短线我们看涨吧。 好吧，行，那这就是我对大盘的观点。然后呢，我再转给沃尔老师。这个周沃尔老师做的非常好啊！开年以后的话，就就是五天天天都在赚钱，然后呢全面开花，是特斯拉也赚，啊，买的小盘股也赚。呃，恭喜沃尔老师。呃，让沃尔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盘，好吧？谢谢大家哈，拜拜。 嗨，Hi, 大家好，又来到了每周华尔街呃专栏预测节目哈。那么对于下周股市呢，我认为呢，市场呢将可能会在呃周三的附近呢出现一个二浪的回调啊。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个十二月二十二号啊，市场在这个见底之后呢。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走高的一个格局啊，我们如果从标普三七八八啊这个位置一直涨到四千一百啊零八点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涨幅呢基本上超过了一个月啊，然后呢咱们可能会走一个 A B C 的一个调整，但是现在市场呢非常的火爆啊，所以呃我预期呢周一、周二还是会上涨，周三美联储讲话呢。 依然会非常鹰派啊，但是我不知道市场会有啊怎么大的一个呃就是抛售的行情。那么我们总体来看全球的股市啊，无论是从呃香港还是从澳洲呃欧洲欧洲的这个情况来看啊、呃，还是非常非常的正面哈。那么我们看到天然气的价格它和欧洲市场是基本上是相反的。那么天然气创新低啊、呃，美元呢继续疲软。 啊，呃、维持在美元指数依然维持在一零一点五五，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个波动，啊，所以整体的市场呢，在没有出现回头之前呢，我我认为呢，明下周的市场呢，应该啊、呃、专注在啊啊，应该说啊、呃、更多的呃专注在一个呃逢低买入的一种格局吧，啊，那么下周看好的个股呢？ 呃，我还是看好 SPXU 啊。那么我希望下周也许可能会有一些呃，未来几次呢，我将会啊给大家一些啊比较好的个股啊。但是啊，我比较倾向于哈，我比较倾向于这个下周呢出现一个温和的回调，而操作策略上啊建议呢不要去做空啊。那么我想在这里呢说跟大家说一个体会啊，就是。 呃，其实呢，很多朋友说老王是反殖啊，或者说老王的这个每天变来变去啊，我想跟大家讲，就是啊、呃，其实我是从这个啊一、呃、月份以来呢，都是看空的啊。那么和大家一样，可能和百分之七十的朋友都是看空的啊、呃。大家可以看到，从一月三号老王的 FTMO 啊账号呢，基本上是属于一个亏损的状态。但是在中国新年以后呢，我改变了一个对市场的看法。那么 1> 从一月三号呢，我主要做空的产品呢，比如说香港指数，对吧？还有做空这个美股啊，都是遭到当头棒喝哈。所以这个啊、呃，我进行了调整以后呢，我们看到新年呢啊、呃，出现了一个非常火爆的一个继续啊、呃，有亏为盈的状态吧。那么我在二月三号呢，是我的分润日，我希望能够在二月三号啊，能够开始赚钱啊。这个账号呢，呃。 就是能够啊扭亏为盈，因为呃我在这个如果大家看我这个走势图啊，你就可以资资金的这个走势图，你就啊可以看到呢啊如果哈你上头，因为我现在发现很多的这个网红博主啊，有的上了头以后呢就回不来了啊。如果我们做真实盘的话，你看这一个亏了七千多啊，现在我只亏两千七百多。 两千四百多，所以这个拉回来呢是非常非常吃力的哈。所以如果二月三号我有新的账号，或者说我在二月三号盈利以后分润以后，我拿到新的账号以后呢，我会啊逐渐逐渐的，就是啊尽量每个月都能够有稳定的收入啊，不要说一口气非要赚一波大钱啊。那么我想跟大家讲的这个行情呢，在这个位置呢，非常的敏感。 大盘呢，在走出二浪调整以后呢，会走一个三浪或者 A B C 的反弹。那么这个波呃，这个浮动的波动呢，可能会在四千三到四千四啊左右的一个仓位啊。所以呢，如果你想在市场上赚钱啊，特别是现在我们看到新中国新年以来呢，是创下了近期来非常火爆的一个市场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呃、啊、那么我在周日的呃六点钟呢。 东部时间呢，我会有一场讲座，介绍三大牛市的品种啊。那么我的直播节目呢，会呃一周呢可能做一次，然后平常时间呢，我用短视频的方式跟大家讲解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刷微信要求参加会员呢，啊，非常的火爆啊。希望大家呢，呃，很多朋友加了老王微信，关注了老王很久了哈。我我觉得如果要真正的赚钱啊，最关键的就是能够保持一种。 持续的盈利啊、呃，同时老王在一些小的黑马股当中，比如说最近的这个 Chat 啊、呃、GPT 这个概念啊，人工智能概念，老王也是啊、呃、把握住了。在十二月份，我们把握住几只小的黑马股的话，回报率非常的高啊。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最近的交易也非常的顺畅，希望大家扫老王的微信，加老王的微信 chinesefi 二零二二，2022, 每天早上从八点钟到。 呃，四点钟我在 Zoom 上直播呢，是要收费的，是一天一杯咖啡钱。但是我希望我的服务呢，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盈利。因为大家其实看到两年多以来，老王一直在和大家在一块，甚至在最近熊市当中，更是每天坚持做直播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呢，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品质。第二，老王一直告诉大家要停损，要停损调整。很多朋友呢，比如说三百块买了特斯拉，两百五十买了特斯拉。 呃，问我一百零二怎么办？这就是违反了一个停损的概念。第三呢，我们啊要把握住这次牛市的机会，从中国新年开始一路赚赚赚，好吧？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啊长呃,成呃周末啊、呃，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好的，大家好啊，欢迎来到这个每周预测啊。那么本周这个大盘呢，也是。 非常非常的强啊，基本上是找不到阴线啊。在 QQQ 上，呃，上周啊回调反弹，然后一二三四五，基本上算上低开高走也实实在在,在的涨了五天了，好吧？那在周五的最后阶段呢，其实标普爬上了三千一啊，那个那、呃、QQQ 啊期货。 也爬上了一万两千三，但是呢，最后的半小时之内啊，基本上是尽数回调啊，基本上是日内的涨幅少了一半了、啊。好吧？那 QQQ 呢，稍微还能再强一点，呃，不过呢，这个呃强势也只是强在了某些个股上，比如说特斯拉，对吧？那最终的一个形态呢，我们来看到呢是收到了一个顶部区间啊，那标普呢也是很标准的在。 啊、呃，这个四千一门口停下了，然后在这边做了再一次的做了一个顶部突破的一个小小的回调，然后啊、呃，上涨的一个过程呢也依旧是延续了一个缩量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其实市场还是比较觉得下周可能二月份吧，可能要收月线吧，对吧？然后这个不确定性还比较高，所以呢，高位的一些止盈仓位呢也在这个时候跑出来了，呃，所以呢。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下周还有比较重要的，像苹果、啊、特斯拉啊，不不，这个叫什么 Meta 的这个财报，对吧？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在月线级别呢是先保守的去看涨咱们的这个大盘的。那保守看涨的一个过程中呢，呃，我是认为冲高。 如果没有办法去突破今天留下的一个高点，或者说我们比较密集的一个顶部啊，四百一啊这种地方的话呢，是要去反手去看跌的。那这个预期的话，下周暂时没有说有太严重的看翻转的一个啊行情，所以呢保守看涨，好吧？嗯、那保守看涨的一个过程中呢，我们选择的一个股票的话。 也只能是暂时先给到苹果啊啊，然后上周我们是说这个苹果，对吧？呃，在这个高九以后呢，是有机会继续去上行，但是这个涨幅呢，似乎也有点难熬吧，哪怕是做多了啊，对吧？呃，有点是比较尴尬，呃，最终呢，周五也是收在了这个顶部的主力，但是毕竟下周是有这个财报嘛，对不对？财报如果说。 没有太多的一个惊喜，然后目前鉴于这个市场呢也比较的友善，对吧？那如果说我们财报没有爆雷啊，出现这个呃不好的一些消息的时候，那这个均线主力的一个下跌趋势呢是有希望去打穿的。那一旦没有形成一个突破的趋势的话，就小心一点，还是保守起见，好不好？那非常感谢大家观看啊，这样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Hello，大家好啊，那么呃，欢迎大家来到本周的每周华尔街节目啊。那么我们还是看一下今天的大盘和本周的这个大盘走势啊。 嗯、呃，大盘的话呢，今天是上涨十个点。那全天的话呢，基本上还是一个震荡上行，在尾盘的最后的三十分钟啊，出现了一个冲顶回落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么位置的话呢，呃，打到了四零九三点左右啊。那这个位置的话，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跟大家也说过，当时呢是四零八零左右的时候，我们说大盘在今天有可能去试探四千一百点啊。 那随后的话呢，这个冲顶回落啊，回落以后的话呢，那么我们后续的啊就看啊这个上涨趋势啊，后续的这就看这个上涨趋势。那么四千一、四千二、四千三三个位置啊都有不同的压力啊。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二月初啊，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啊，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什么加拿大什么不加息了啊，然后这个呃美国这边的话可能也会要也要减缓加息。 呃，总体感觉的话呢，就是不想让经济造成经济啊，因为货币政策的影响造成这个经济的衰退啊、呃。那在在在这个当中的话呢，我们就看呃货币政策和经济衰退之间啊，他们这个能不能掌握好这个平衡吧啊。那嗯，目前来看的话呢，在三十分钟级别。 啊，或者说四小时级别趋势来讲的话呢，我们还是看市场呢有机会啊，做一些上行动作。那比特币的话呢，继续在两万三千美元啊挂横。那从它的周线和月线上来看的话呢，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在这个两万一千五百美元一带啊这个挂住啊。如果能够挂住的话呢，那后续可能有机会啊进入到一个呃反弹的大格局反弹、小格局上涨的这么一个种一种判断的呃过程当中。 呃，黄金今天的话呢，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平盘状态，在四小时级别呢，这个最后一轮上涨呢，这个比比较乏力了，所以总体来讲的话呢，黄金应该是有一个调整的过程啊。那么调整站稳，呃之后啊，再进入到一个做多的程序。呃，黄原油的话呢，这个在八十二美元和八十美元之间的箱体做了一个向下的跌破。 啊，然后最后一轮的这个上涨趋势，三十分钟级别上涨趋势的话，也向下破掉。所以呢，总体来讲的话呢，呃，这个原油、呃、有可能呢还继续在这个箱型内部啊，然后等待方向性选择。呃，原油的话呢很矛盾啊，你说上涨之后就改变成多头吗？呃，它一旦上涨，可能对通胀数据有影响。 啊，通胀数据影影响之后的话呢，可能嗯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会有有影响，所以呢，对于天然气来啊、呃、对对于原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小心一些啊。然后是天然气啊，天然气的话呢，今天是不多不少上涨了三分钱。 在它的四小时级别的话呢，在这个位置上有那么一点点企稳的迹象，但是这个企稳呢和这个力度啊一般般，所以呢后续的话呢，我们要看天然气的最终的方向性选择。呃，我个人感觉还有机会向下做一些小的试探动作啊。鉴于我们对整个市场的判断，呃，我们下周的话呢，还依然看涨市场，看涨的产品的话呢，依然是 TQQQ 啊。再次的感谢大家，咱们下周节目再见。